你今天要敢家暴我，我就起诉你，我要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，把你关进监狱里。起诉！哎呀，不起诉，不起诉，不行，不行！盘点已婚男人的生存现状。挺大老爷们儿，他妈不正业，天天在家做饭，都瞧不起你，能有我做的好？哎呦我的妈！饭还没做好吧？你别笑。还会再见吗，媳妇？我就回爸妈家待两天。不，我只记得这两天爸爸24分钟中174秒。燕子，没有我的时候你一定要幸福，要开心，好不好？你别整事儿了啊！我跟你说，燕子，从此你的世界可就没有我了，燕子，这两天都没有我了，燕子，是不是给油了？走，快点，快走，燕子。老婆不让你帮我妈妈，你非得帮，你看妈妈都误会他，他说去玩吧，去玩吧。爸爸，你住手！如果一个男人连在家抽根烟都抽这么慢，挺窝囊。干嘛呢？干嘛呢？我做不做到跟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，这个家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买的，孩子是我养的，爹妈都是我照顾的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你愿意待一待，你不愿意待你给我滚。呀，我以前是这么说的。那我以后我改，行不？嗯。那我上楼休息一会儿，你把碗刷了。嗯，行，那你记得改啊。嗯，好，知道了。我去。哎，如果你有1000块钱，以前女友借你400，我借你200，你还剩多少呀？怎么会剩20啊？因为我买980，那剩下的20呢？我用20块钱买一个拖地的，我要好好把握。我的前女友怎么会找到我呢？我怎么能让我前女友再联系张姓？我配拥有1000块钱吗？我不配，我只配拥有一个分钱比较舒服的拖地板。太累了，宝贝，你怎么跑楼下了？找了你好久了，那、给你拿牛奶。小飞，是不是忘了说谢谢？听我说谢谢你。先生，做个随机采访可以吗？嗯。请问你愿意和谁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呢 ？A， 您自己的老婆。闭！一天天的上班接你，下班接你。瞎呀，看不着人是咋的啊？天天的化个妆半个多小时，哎，宝宝，哎，快快快上来，冷不冷？啊，我想你了啊，老戴吃好吃的。报备呢，报备呢，这还等别的？报备呢啊？没有你，全是男的。全都是男的，都在报备呢，都在报备呢。喝几瓶？想让我开门吗？我唱首歌给你看。我爱你，就一句啊。你看我干呀？手机响了，第一件事你不看手机，你看我干呀？不是，我这不正准备看。是要作弊的学生，才看监考老师。谁呀？啊，拿来我看看。宝贝儿，明天有时间吗？咋的？要出墙啊，红杏！谁呀？这不你手机？啊？我手机？我手机？你老瞎看什么玩意儿吗？抓头发，手机干什么呀？你们老婆最大的幌子就是。你老婆最大的幌子就是。你老婆最大的幌子就是。